好像去音乐厅里面欣赏一场音乐会哦。上帝的荣耀跟丰盛都在你们中间，真的是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。的整个练习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历了神赐给我们教会很大的合一。我觉得这是做一个牧者，我从牧者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教会重新凝聚向心力，一个非常棒的一次的比赛，一次的服事。上帝眷顾他所创造的万物，看哪、他为路边的草赐下甘露，他使野地的花胜过君王华服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信靠耶稣的人，生命能平静安稳，生活满有喜乐，不忧闷。
谢谢来自高雄的德贤长老教会诗班。